同学们好，下面我们来学习新概念英语第四册的第36课，这是 Lesson 36 The Cost of Government， 政府的开支。像往常一样，咱们先打开教材到213页，跟老师大声读一下这个书的生词和短语，动作快些。213页，好，跟我念， Read after me。 Disunited Disunited CorrespondinglyCorrespondingly, backward, backward, incur, incur, administer, 注意不要读 administer, 那个 a 的这个的会失去爆破，因为爆破音的后面出现另外一个辅音，这个爆破音只做口型 a， 舌尖顶住停一下就读出 minister， 没有喷出来啊，再来一遍。Administer， 再来一遍。Administer， 好。Administrative， Analogous， Overhead， Initiative， Checker。Foreman， 注意不要读 foreman， 后面这个字母 A 是轻读发啊，再来一遍。Foreman， Dividend， Undulate。 好，这是这课书的生词和短语部分。那么像往常一样，按老规矩，咱们先看看其中的重点词汇啊。第一个，咱们就先看一看这个意思特别多的、特别重要的这个 correspondingly， 跟老师大声再读两遍 correspondingly， 它常见的意思可以表示相应的、从而或者是因此会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要看这个副词之前，咱们先看看它更常见的形容词形式，就是 corresponding。 咱们先看看这个形容词啊，先大声读两遍 corresponding，它表示 similar or resulting from something else， 相似的或者是来自于另外一个东西的，作为它的结果的，就来自于另外一个事情的而产生的，相应的、类似的或者相应的，这个叫 corresponding。 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Company losses were 50% worse than in the corresponding period last year，就是公司的损失比去年的相应的这个时间段要严重 50%， 就比当时更糟 50%、相应的时间段叫 corresponding period， 或者去年类似的这个时间，比如现在八月份损失这么多，去年八月份是相应的或者类似的 corresponding。 再比如说 As the course becomes more difficult there is usually a corresponding drop in attendance， 随着或者反正因为都有可能啊。这个课程越来越难，通常呢我们这个出席率有一个相应的下降，课程越难学的人往往越少，一般人达不到这个程度，就像学新概念第一册人数多，学到第四册人可能就少了，坚持到最后的人毕竟是少数，相应的下降叫 corresponding， 就来自于第一个的必然的结果吗？来自于另外一个事情的结果的吗？相应的 corresponding， 它的副词形式就加 ly 就好了，就相应的或从而因此就好了。我们再读一遍 correspondingly。 看例子 The cost of living in the city is more expensive but salaries are supposed to be correspondingly higher， 好理解吧，对吧？住在城市里面的开销要更加昂贵一些，但是呢在城里边这个地方的薪水啊，那么也应该呢相应的更高，因为这开销更高，所以相应的因此嘛，从而所以嘛，会更高 correspondingly， 有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词来自于一个多义的动词，就是 correspond， 这个也是五星级重点词汇，咱们来看看它几个常见的意思，而且连搭配同时记住啊。先大声再读一遍 correspond， the first meaning is to be the same as
or match something. 与跟什么什么东西一样，或者跟什么什么都相吻合、相一致。所以符合、一致叫做 correspond。但是这个我们看看一些例子，那先看例子。Your account and hers correspond. 你的这个描述跟他的这个描述是一致的，两个人陈述内容一样。Account 不但可以表示账户，也可以表示对某个事情的叙述或陈述。咱们前面说过，两个人讲述的内容是一致的，是相一样的，从内容一样的。那么搭配更重要，与什么什么一致，我们后面一般加介词 with 或者是 to。Correspond with 和 correspond to 就与什么什么一致或与什么什么相符。Your account of events corresponds with or to hers. 你对这个事件的陈述和他的相一致。Correspond with 或者 to 这是 correspond 第一个意思，与什么相符或一致，连介词搭配同时记住。这个 correspond 这个几个意思都很常见，所以咱必须同时看一看。第二个意思表示To be similar to, or the same as something else, 叫跟什么什么类似的，或跟什么什么完全一样的，就相当于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跟它是一样的，或类似相当于。这个我们也是看一看它这个搭配。搭配一般是 correspond 后面加介词 to, 叫跟什么什么类似，或跟什么一样，就相当于这个 correspond to。同样看一些例子。The American Congress corresponds.To the British Parliament. 美国的这 Congress 议会就相当于英国的这个国会，功能是类似的或者功能一样，对吧？ Correspond to 相当于这个搭配，通过例句进一步把它看得更清晰。好，我们再看这个 The British job of lecturer corresponds roughly to the US associate professor. 英国的这个 lecturer 可以翻译讲师呢，大学的这个教师、讲师这个工作，大概相当于美国的这个副教授。注意不要读 associate， 那么做名词或者形容词都是 associate， 后面发 it 不是 it 了 ，associate professor， 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那大致相当于 correspond to 加个副词 roughly 粗略的，大概相当于 correspond to， 这是 correspond 第二个意思，也很常见。连这搭配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对，那么 correspond 还有第三个意思，表示通信，就 exchange letters 通信，这个含义也是特别常见的。先看一些这个简单例子。 They have corresponded regularly for years. 他们在多年来两个人一直有规律的在通信，每周或者每个月通一两封，有规律的一直在通信，就彼此发信收信，发信收信 correspond。那么它也有搭配，如果与某人通信，这个加 with 很少加 to， correspond with 与某人通信啊。看例子 ，I've been corresponding with several experts in the field。我呢，这个和这个领域的若干专家多年来一直都在通信。完成这个现在完成进行时是动作一直持续到现在，到今天一直都在做这个事儿。那与某人通信 ，correspond with 就好了。那么它的名词形式 correspondence 也是常见词，所以这个一组啊，它的词性变化很多，但是都是很常见啊。我们先读一下这个名词，先打上来呢 ，correspondence， 它这个常见意思呢，也是这么有这么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表示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wo things， 两个事情之间紧密的联系，用 correspondence 表示这个意思是可数名词，一个联系，两个联系是可数的啊。你比方说连搭配可以同时记住 There is a definit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infant mortality and poverty 婴儿的死亡率与这个贫困之间有一个明确的联系 correspondence between A and B mortality as mortal 会死的、肉身会死 mortality 可以表示死亡率婴儿死亡率跟贫困之间有明确的联系家里越穷孩子活下来几率越小这是第一个紧密联系Correspondence 还有第二个常见的意思，它要么是不可数名词，要么只做 singular， 只做单数啊。要么不可数，要可数的话也只用于单数，叫什么呢 ？The process of writing and receiving letters， 写信和收信这么一个过程，就是通信，双方的通信，既可以做不可数，也可数，也只用于单数。比如说 ，I refuse to enter into any correspondence with him about it。
我拒绝跟他关于这个事情进行任何的通信往来。与某人通信往来叫 enter into correspondence with， 与某人后面加这个人就行了，连搭配可能记住与某人通信 enter into correspondence， 这是不可数。再看一个可数用于单数的， we kept up a correspondence for many years， 我们两个人多年来一直保持通信。保持通信就 keep up a correspondence， keep up 保持住保持下去嘛。这第二个意思，通信。第一个是表示密切联系，可数。第二个表示通信这个行为，不可数或者只用于单数。那么第三个意思一定是不可数名词，表示某人的信件。注意它表示信件反而是不可数的， letter 是可数的，但是信件是通称的词，不可数，就是 the letters that someone sends and receives， 寄出和收到的信件，来往信件。注意用 correspondent， 记住不可数。A secretary came in twice a week to deal with his correspondence. 一个秘书一星期呢要来两次来处理他的信件。信件叫 correspondent， 不可数名词。表示这个意思我们在三册的53课也见过。咱们回顾一下三册的第53课。他说 There is nothing secretive about the ombudsman's work, for his correspondence is open to public inspection.这个司法特派员的这个工作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件是要接受公众的这个检查的啊。Be open to 要去接受这个东西，对他是公开的啊。Correspondent 他的信件，注意不可数啊。咱们再回顾一下 correspondingly 这个副词啊，它做副词一般表示因而、从而，它来自形容词相似的或者是类似的、相符的这个意思。它的动词性是 correspond。有几个常见意思，第一个叫与什么相一致、相符合 ，correspond to 和 correspond with； 第二个叫相当于什么 ，correspond to； 第三个叫与某人通信 ，correspond with。这几个搭配多讨厌！名词 correspondence 有几个常见意思，第一个意思表示这个紧密的联系，这个是可数名词。第二个 correspondence 可以表示这个与某人通信这个行为，不可数或者只用于单数。第三一个比表示某人来往的信件一定是。通称词不可数的。好，这个第一个比较讨厌的词汇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这个词学到这里。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再看一看，一个蒙受经济上的损失不得不支付这笔钱，还有第二个意思叫招致或招惹某个不愉快的结果。同一个词都大声读，都用这个词大声读一遍， incur。 好，它第一个常见意思就是 if you incur costs you have to pay them，如果你 incur 后面加了一些什么成本呢、开销啊，你不得不支付他们，就蒙受或者承受这个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不得不掏这笔钱啊。这个 incur 的后面搭配往往是 incur costs、incur losses、incur debts 等等等等，后面一般都跟表示钱的这个是什么开销啊、什么损失啊、债务啊等等，不得不支付或蒙受这笔经济上的损失啊。比如说 ，The company has incurred huge losses over the past 3 years.这公司在过去的3年之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好多钱没了，蒙受了损失。再比如说在本文中，就是我们213页的第六行，我们213页第六行它出现这么一句话，它说 An enterprise has to incur certain costs and expenses in order to stay in business， 这也出现了蒙受这个损失。那还有开销 expenses 是它同义词吗？一个企业呢不得不要去支付某些这个开销，来源是什么呢？以维持企业运转啊。incur cost 也可以加上后面的 expenses 都一样，就不得不掏这笔钱，蒙受损失，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也很常见，也是用 incur 表示 if you incur something unpleasant it happens to you because of something you have done。 如果怎么样，你 incur 一个后面加不愉快的事，这个事儿发生到你身上，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而招致了这个倒霉的后果。那 incur 后面跟一些倒霉事，因为你做的事儿嘛，招致了招惹嘛，有这个意思。咱们也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each stage of the process incurs an additional risk， 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都会招致额外的风险，每进一步风险就大一分，招致了这个后果，不愉快的事风险吗？经常有这样一些搭配， incur somebody's displeasure 招致了某人的不愉快，
incur somebody's wrath. Wrath 表示愤怒，就是惹了某人生气，招致。这个搭配也很常见，咱们也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She wondered what she'd done to incur his displeasure this time. 这女孩啊，想知道这次她是做了什么事而惹了这个男人不快，惹了他不愉快，致使他不愉快嘛，招致后果嘛，他做的事导致后果。那再比如说 She had incurred the wrath of her father by marrying without his consent. 这个女人导致了她爸爸的不愉，她的愤怒，来招致了父亲不愉快，通过什么呢？就是结婚没有通过父亲的 consent。 consent 不表示这个同意，咱们以前说过，就是想法一样吗？同意吗？咱们以前说过，招致了某人的不愉快，可以用它。这是 incur。我们三册五十课讲过它的几个拼写类似的词，还有发生叫做 occur， 这是发生，跟那个 incur 类似，对吧 ？When exactly did the incident occur？ 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哪个时刻发生的 ？Something unexpected occurred。一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就类似于我们说的 happen 这个意思，就发生。这个不多说了，比较简单啊。还有 concur，con 可以表示在一起嘛，所以同意或者同时发生，心思一样或者两个是同时发生，都用 concur 这个词，同意或者同时发生。We strongly concur with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is report。我们强烈的同意这份报告里所提的建议。同意什么叫 concur？ 后面可以加介词 with。Concur with something 就同意某个东西，那也可以表示两个是同时发生。Everything concurred to produce the desired effect， 每一件事情都同时发生了，从而导致了我们希望中的效果或者后果。这个 concur 叫同意或同时发生。还有一个叫 recur，re 可不是再一次的意思，所以这个词叫再次发生或者反复发生都行。我们再读一下 recur。这个也好记 ，re 本身表示再一次嘛，对吧？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We must make sure that the problem does not recur。我们必须要确保这种问题不会再次发生。再比如说 ，a recurring illness or a recurring nightmare， 一个反复出现的疾病或反复会出现的噩梦，就多次发生，有这个含义，叫 recur。形容词用 recurring 就好了。咱们在复习三册的第五十课新年的决心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三册的五十课新年的决心 New Year's Resolution， The same old favorites recur year in year out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With monotonous regularity， 三册讲过叫老是总是，那些我们每一年都会许下的那些最喜欢的那些决心，年复一年的老是频繁的发生，重复发生叫反复发生了。Favorites 叫最喜欢的东西，这里有语境，就最喜欢的就是 resolutions， 要节食啊，要减肥啊，要戒烟呢、这些决心，年复一年叫 year in year out， 老是反复的发生，但从来没有真正成真。减肥从来没成功，戒烟从来没成功，到最后死了，终于成功了啊！反复发生叫 recur。咱们回顾一下这几个单词 ，incur 表示蒙受损失，不得不掏某笔钱，或者是呢招致招惹了什么后果啊？然后 occur 是发生，不说了。concur 就同意或者同时发生 ，recur 再次发生或者反复发生。顺便把刚才例句中那些搭配也可以把它记住。这个单词跟老师看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管理或者做书面语表示给予或施以某个东西啊，都用这个词，都很常见。大声来读一下 ，administer， 注意不要读 ad 的那个的失去爆破了，再来一遍。administer， 管理或者施予或者施以，表示管理呢，先看看这个含义，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意思，它表示 to manage the work or money of a company or organization， 才类似于动词 manage， 管理某个公司或某个组织的工作或者管理它的这笔钱都叫 administer。 看一些例子 to administer a charity， 管理一家慈善机构。To administer a fund， 管理一笔基金。To administer a school， 来管理一家学校。管理某个机构的工作或者这个部门它的钱叫 administer。那么再看例子。The pension funds are administered by commercial banks。这个退休的资金就退休的基金了，是由商业银行来管理的。这个 administer 就管理，这是用被动。再比如说。
The plan calls for the UN to administer the country until elections can be held. 这个计划 call for 是需要，咱们说过就需要。那这个计划需要呢，联合国 the United Nations 咱们简称 UN 去管理这个国家，直到呢这个大选结束。就是直到举行大选时候为止。这个 be held 来自 hold 嘛，举行嘛，管理国家、管理组织、管理某个。这个机构它的工作或它的钱叫 administer 叫管理，就类似于我们说的 manage 这个词，但是第二个意思呢是书面语，叫给予或者施以某个东西，这个时候比较正式， FM 一点不是 formal 嘛，正式的书面语。 To cause somebody to receive something， 使某人接受到了这么个东西，就把东西给他了吗？给予施予，但用这个词表示正式的书面语。看一些例子， To administer medicine， 给给药，把药给病人，让他吃。To administer relief， 也给予救济，也把这东西给他了，施予、施以或给予，有这个意思。同时也通过一些例子来看看。那再比如说，再看看这个 ，The test was administered to all 11-year-olds， 这个当名词了，就11岁的孩子们。这个测试被给予了所有11岁的孩子，就所有11岁的孩子都接受。这个测试，使他接受这东西吗？施予、施以或给予，这是第二个意思，比较正式。类似的同根词，咱们一会儿看一看，因为在本文中也会出现啊。管理人员或者行政人员，所以这个词是一个两个可数名词啊，大声来呗 ，administrator， 管理人员或行政人员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人了啊。还有呢，管理的或行政的，在生词表中也有，大声来呗。administrative 中间还是 mi 这个音节上，管理的或者行政的。我们看一些例子，比如说 administrative staff 管理人员，对吧？ administrative duties 行政的责任、管理的责任啊。administrative job 一份管理工作啊。administrative costs 就管理的成本、管理的开销啊，这是行政管理的。它的名词形式呢？administration 咱们多次见过，常见的意思有两个。第一个意思就类似于我们说的 management， 就是对于某个机构或资金的管理，抽象词，不可数名词。比如说 She has little experience in administration， 她在管理方面没有什么经验，这是管理，抽象词，不可数名词。但是呢，这个 administration 咱们常见意思还是表示政府，尤其是美国的某一届政府叫 administration， 大家还记得吗？一般放在总统的名字后边，比较常见，某一届政府，特别指美国的。This happened frequently during the Nixon administration。这个事件在尼克松政府他当政期间发生多次。就某一届政府在总统名字后面加上这个词，尤其是美国的。第三个意思就是刚才 administer 的动词的含义的变成名词形式，给予或施以，不可数。也是书面语的，比如说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给予公正，就是把公正给予了某人，公正或者这个司法公正的给予啊。还有叫 The administration of sedatives， 就是给药，给病人给药， sedative 就是镇静剂，就把镇静剂给予了病人，就给药，这个行为也叫 administration 啊。这是 administer 相关的几个词汇，其中这个很多在本文中都会出现，希望大家放在一块儿，把细节记清就好了。好，这个词看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咱们再看一看这个类似的、相似的啊，大声再读一遍 ，analogous， 类似的或者相似的啊，还得看看英文解释啊。表示这个类似的用它是个书面语，就类似我们说的 similar 啊 ，similar in some way to another thing or situation。在某些方面跟另外一个东西或另外一个情况相似啊 ，and therefore able to be compared with， 因此呢可以跟它相比较，类似可以比的，所以叫类似的，跟它相似或类似的，能放在一块比的。那么看一些例子 ，the two processes are not analogous， 这两个过程或者两个步骤它并不类似，就不可比吗？根本就不一样啊，并不类似。与什么什么类似的叫 be analogous， 最常见的加 to， 有时候加 with 也算对，没有区别，都可以啊。be analogous to 或者 with， 看一下例子。Sleep has often been thought of as being in some way analogous to death。这里面搭配来自于 think of A as B， 把 A 认为是 B， 把 A 当作是 B。
这并用了被动，叫 be thought of， 还是跟 as 搭配。这个 think of ASB 这个结构在三册的第十二课《荒岛生活》咱们讲过。他说，睡眠经常呢被认为是什么呢？在某些方面呢，跟死亡有些类似。人睡着了跟死亡了，这状态有些像，在某些方面是很类似的。这个 be analogous to， 结尾也一样。The present crisis is analogous with the situation immediately before the war。目前的这个危机，像什么呢？就像这个战争在刚刚开，这个刚刚要开始之前，这个情况非常类似于战争马上要开始了，就是像什么类似于什么 ，be analogous to 或 with， 跟它像，并且可以跟它来比较，很类似的，类似的可以用它。那它来自于名词形式，也很常见，就是类似。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analogy， 就 something that seems similar between two situations, processes, etc.就是看上去两个情况两个过程比较相似，这个状况就是相似类似。经常我们用 draw an analogy or make an analogy， 就是做对比，两个东西做对比，因为它相似，它非常类似于 make a comparison， 做对比啊，类似，它强调两个东西比较像。 He drew an analogy between the brain and the vast computer， 他把大脑比喻成了一个巨大的电脑，把这两个东西做类比，说这两个东西类似。Draw an analogy 或者 make an analogy 是类比，把 A、B 做类比，说 A 跟 B 类似啊。这是相关的几个词看到一块就好了。这个词跟老师学到这儿。下面一个重点词，这个是重点词很多啊，就是积极性、主动性或者表示主动权，两个意思都很常见，哈哈。但是积极性、主动性是抽象的不可数，主动权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啊。我们大声读一下 ，initiative。好，另一意思呢是不可数的 uncountable， 表示 the ability to make decisions and take action without waiting for someone to tell you what to do。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呢？能够做决定或者采取行动，而不需要等待别人告诉你做什么，不用别人说，自己可以做决定或采取行动。叫积极性或者主动性，表示这个含义抽象的能力吗？不可数名词叫 initiative。 咱们通过一些例子来看一看。 A man who lacks the initiative to be a leader， 一个人什么人呢？缺乏当领导的这种主动性、积极性，这个人总是别人说了才做，这个当领导不可能，缺乏这种积极性、主动性，不可数。再比如说 I wish my son would show more initiative， 也是不可数的，我希望我儿子能够表现出更多的积极主动性，而不需要总是别人说一句再做再去做一个事儿。积极性、主动性不可数。但是这个 initiative 也可以当可数名词来用，而且尤其用于单数，这个 SING 就表示 singular 了，单数。这时候一般都加定冠词的 the initiative， 表示 power or right to take action， 采取行动的这个权利或者是权利。第一个力是力量的力，第二个力是利益的力，就是主动权。注意可数的，但一般用于单数。The initiative has passed to us， 主动权到了我们这一方，我们掌握了主动权，主动权到我们这儿了。Because of the general's indecisiveness， our armies have lost the initiative to the enemy， 因为我们将军的这个优柔寡断，我们的部队已经把主动权丧失给了敌人，丧失主动权就 lose the initiative 就好了。Decisiveness 咱们讲过，就这个果断 ，indecisive 就优柔寡断呗就好了。同样的，再看 ，It was up to the U.S.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in repairing relations. Be up to 表示这个是某人的责任，是这个他来决定。那这次呢，轮到了美国。来采取主动权，就是抓住主动权，采取主动去修复关系。那美国跟我们中国关系不好，这回是你导致的，这回该你来采取主动的这个行动来修复这个关系了。采取主动叫 take the initiative， 这个都可以。这里边我们看一看，也是因为它有字根，这个字根很好玩，就是 IT 两个字母，这个不是它，而是表示 go 走的意思。这
好多单词有啊。你比如说，我们先看这个 initial 比较简单啊，它可以表示最初的、最早的、创始的啊。这个 it 表示走，前面 initial 那个 in 表示进去吗？走进去了，他第一个走进去了，他是最初最早的吗？别人都在外面，他进去了吗？最初的、最早的。或者做名词叫姓名的首字母，或者做动词叫签姓名的首字母。因为外国人名字太长了，我们常说 initial here， 在这签姓名的首字母，就把姓和名第一个字母签在这儿。像 Bill Gates， 我签一个 B， 再签个 G 就好了，这是签姓名的首字母。走进来了，他是第一个啊。还有 initiate， 就是它的动词形式，就发起、创始或者接纳某人为新成员，都是他第一个走进来了嘛，对吧？好，记，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initiate， 这是动词，发起、创始或接纳某人为新成员。它的名词形式，发起、创始这个现象、这个行为或者某人的入会、加入组织，都用它。大声念 initiation， 走进来了呗，对。我们再读一下这个发起人或创始者 initiator， 某个行动的发起者或创始人啊，用它。那第一个走进来了吗？对。还有我们就是刚才说积极性、主动性或主动权，再来一遍 initiative 都是跟走进来相关啊，这个好记。再看几个，你像行程、旅行计划，今天第一个去天坛，然后去故宫，这个行程计划叫我们大声的叫 itinerary， 特别熟悉，那是跟走相关嘛，行程嘛，对不对？哎，有 it。还有像 circuit， 这个我们在前面那个硅谷那个书见过啊，它可以表示环形线、周线，这个绕这个东西一圈这个周线啊，也可以专门指电路。为什么呢 ？IT 的走 ，circu 表示 round 一圈嘛，对吧？绕着这个走一圈，刚好走了一圈，环形线、周线或电流绕一圈就电路。再读一下 ，circuit， 周线、环形线或者是电路走了一圈嘛？哎 ，IT 还是走 to go 嘛，对吧 ？circle 是一圈，嗯。再不是迂回的或曲折的、弯弯绕绕的，前面是圈是走，走圈圈的就迂回的、弯弯绕绕的，对吧？我们读一下。Circuitous， 迂回的、曲折的、弯弯绕绕的，有这个啊。那再比如说，再看几个，你像 transit， 这是一个这个名词，叫运输的意思。因为 it 是走 ，trans 多次说过表示穿过去嘛，就像 across， 从这边到那边去了，运输。大声来读一下 ，transit， 注意是名词啊。还有我们说过渡。由这个东西到这个过渡的状态，我们大声读一下 transition， 走到那边去了吧？从这里面到那边去了，过渡嘛，对吧？然后过渡性的可以用这样一个形容词，大声里面 transitional， 从这边走到那边去的这个过程叫过渡性的啊。好，相关的词可以把它同时记住，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啊。这个词看到这儿，本科书中最后一个重点词，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过度的、过分的，大声来读一下 ，unduly， 过分的、过度的，这个常见词、书面语啊，它表示 more than is normal or reasonable， 比正常的或这个合理的要多了一些，叫过分的、过度的，相当于更常见的词 excessively， 过分的、过度的。那咱们看一些简单例子。比如说 ，the levels of pollution in this area are unduly high， 这个地区的污染程度过高了，过高叫 unduly high， 相当于 excessively high。再比如说啊 ，he did not sound unduly worried at the prospect 前景啊，他对于前景啊的未来的展望啊，听起来呢不是那么过分的担忧，过度的担忧叫 unduly worried， 用副词修饰形容词。那么我们在这个第三册的56课《河流我们的邻居》里面也见过类似的这个 unduly， 咱们再看一看三册的56课。他说 ，We realize that they must have become unduly frightened by the rising flood, for their house, which has sound foundations, would have stood stoutly even if it had been almost submerged。我们意识到他们就我们的邻居，很可能是被这个上涨的洪水过分的这个被吓坏了。过度的担忧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房子有着坚固的地基的这个房子，即便完全被淹没，也可以坚固的矗立在那儿，不会倒。那么过分担忧了，就 become unduly frightened， 也是用 frightened 当形容词来用吗？副词修饰形容词，过分的、过度的。那它的形容词形式就是 undue， 也是常见词。
那就相当于 excessive 就好了。过度地变成过度的，白说的，那形容词，也是看一些例子。The work should be carried out without undue delay. 这工作应该立刻被执行被做，而不应该有过分的耽搁。过分的耽搁 delay 当名词了 ，undue delay。再比如说 ，We did not want to put any undue pressure on them. 我们不希望呢给他们施加过分的压力，过多的压力。Undue pressure 就过分的压力，过度的压力。那修饰名词 pressure 可以啊。那么再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第四册的46课也会出现这个 undue， 就是268页第一段的最后一句话。268页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就是丘吉尔解释业余爱好这个书。And if this something else is rightly chosen, if it really attended by the illumination of another field of interest, gradually and often quite swiftly, the old undue grip relaxes, and the process recuperation and repair begins. 如果这个别的东西选得合适，如果它佐之以来自于另外一个领域兴趣的启迪，逐渐的并且常常是很快的，这个以前的这个过分的这个对于紧张的这个抓住过度的紧握就会放松下来，并且呢我们这个恢复和修整的过程就开始了。过分的紧握 undue grip 就紧紧抓住烦恼不放这个状态。具体这个语境到46课我们会说 undue 是形容词，就是名词过分的。那么它的形容词形式 due 去掉疑问之后，注意这个两个意思都很常见啊。第一个意思呢就是由 undue 去掉疑问反义词了吗？适当的吗？ undue 不是过分的吗？所以第一个意思叫 proper 或 suitable， 适当的，合适的。After due consideration, we have decided to appoint Mr. Davis to the job. Appoint somebody to 叫委任某人担任某个职务。在适当的考虑之后，我们决定委任戴维斯先生来从事这个工作，叫让他来干这个活，叫 due consideration， 适当的考虑。还有我们说 due respect， 适当的尊重嘛，适当的可以用它。但是它第二个意思呢也很常见，叫预期的，到时间的，叫 expected to happen or arrive at a particular time， 就是在这个某一个时间预期会发生，或者预期应该到期的，到时间的，也是 due。 那这个 when is the baby due， 孩子多在生啊，就是应该要生下来了呗，预产期哪天呢，问一问，就是这孩子还没生呢，说明俩女孩呢以前是发小闺蜜，那多年不见一看，哎，肚子大了，关心一声 When is baby due， 孩子多难生啊，这过来啪扇他一嘴巴，胡说什么，我黄花大姑娘，我这是干腹水，你知道吗？对，但是确实我问孩子多难生啊， When is baby due， 可以这么说，那这是到期的，到时间的。再比如说 The next train is due in 5 minutes， 五分钟之后下辆火车就该这个该进站了，该到了，预期到达嘛，预期到达或预期发生的都叫 due， 这是当形容词来用。那么还有它的搭配可以同时记住，叫做这个预期应该某事应该发生了，叫 be due to do something， 就是这个事儿到期应该发生了，到时间应该发生了，这 be due 后面加 to do。 那这个我们在新概念第二册的84课罢工那棵树就出现过，新概念二册的84课The strike is due to begin on Tuesday， 这个罢工呢预期在星期二就会发生，预期这个时候要发生，星期二就举行罢工，这个意思。再比如说 His new book is due to be published next year， 他的这本新书呢这个按照计划的预期呢在明年要出版，这是 due 这个意思。复习一下 unduly 叫过度的，的副词可以修饰形容词， undue 是形容词，过度的修饰名词，它的形容词 due两个意思，第一个是适当的 due consideration， 适当的考虑 due respect， 适当的尊重 due， 第二个意思表示到期的，预期该发生了，如果后面加进一步搭配叫 be due to do， 某事应该到时间应该就发生就好了。好，这是我们36课其中重点词呢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仔细复习，牢牢掌握，听一遍不行，听一遍有个印象，行复习才是真正的掌握了，听一遍就不管了，好比我们吃美食啊，呵香啊，吃到嘴里最后吐了，那有什么用啊，最后饿死了，对。我们听课就好比美食老师做好了，端上来了，筷子都掰开了搓好了给你放在这儿了，然后你夸他扔土箱子了，这不白花钱了吗，对。吃下去消化变成养分，我们才能更健康更强大，
改变我们的一生。希望大家反复收看，一定要复习。怎么复习？李老师在前言部分说了，我们单词课文该怎么去复习，五步复习法。如果忘记，再去李老师的博客里边，新概念怎么复习，我们详细说过，仔细多次把应该怎么复习这个事儿先复习清楚。那李老师有段音频在博客里面有。当然，如果万一这个有链接有失效的地方，请你们直接在微博、微信里边或者微信来告诉老师啊，老师马上改，因为我不可能天天看这东西，有可能他在网站被删掉。如果打不开的话，你及时在微信告诉我，谢谢大家。那好，36课生词短语跟老师就看到这儿。